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嘉义市嘉义大天顺富福安馆甲保险公司诚心团体推动为弱势民众投保微型保险有十多年，全国已经有38万多人受惠。今年五月，嘉义县太保市末了里挂架发生大火，挂架家后甲两名后生被烧死，留下挂姓男子以及三名查某囝。今仔日社团法人嘉义市福安王爷慈善会将挂姓家后过身了后的微型保险金30万包括挂姓男子帮助挂架渡过难关，也体现王爷济世的精神。福安县管委会主委蔡群讲，福安王爷慈善会理事长陈国治由太保市长戴淑芬、麻寮里长侯水波陪同，将保险金30万支票交予挂姓男子。挂姓男子在火灾发生的时，为着抢救家人，家己也被烧着伤。伊想到火灾过身的母亲，悲从中来。艰苦甲忍目屎，众人鼓励伊坚强面对，运用善款以及社会大众的爱心，好好照顾查某囝大汉。蔡群国表示，今仔日先将挂姓家后的保险金30万交予挂姓男子，挂甲两名后生的保险金总共60万，因为年龄未满15岁，将由管户再转交。那每年现在每人的保障是30万，那我们一直在跟保险公司在争取额度啊，是不是能够保障？未来能够提升到50万，那也希望说目前暂时在这38万多人，那也希望能够拓展更多更多的人，能够王爷的信念跟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着他一起来把爱送到全台。谢谢。整体现在我们也希望大家善心人士能够共襄盛举。那我们每一个人微型保险的一个保险金额都是将近在200多300块，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一同来参与慈善这个职业大家能够一同来做公益来回馈整个社会。有点应该请求地方有需要买啥有用啥应该提起来组织来用。那也感谢福安馆，我们福安王爷慈善会可以借由他们聚集众人的力量、众人的爱，然后帮助所有的弱势家庭、需要的民众以外，可以一边来体现王爷的济世精神，也可以让所有的弱势家庭体会到所有人间有爱，然后社会大众的力量。那未来公部门在不足的地方，还是感谢所有的民间单位可以一同来协助。那在此呢，淑芬代表太保市民再次感谢福安馆、福安王爷慈善会对我们公部门对太保市的一些相关的救助的一个赞助。陈淑芬表示，挂架因为火灾造成3人死亡的悲剧，感谢福安馆推动微型保险，让挂架会当有保险金渡过难关，集结众人的力量帮助弱势民众。公所也针对受灾后临近的计划道路进行规划，希望会当减少危险的代志发生。最新新闻，将来是嘉义县采访报道。你知道学校什么东西换新的吗？对啊，搁有新风换气系统。近近的桌子都会摇，摇摇摇摇摇，一摇一摇。近近的车看修当就会整个漏出来。现在可以放比较多，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你会不会过敏？会。装了新风换气系统之后就好很多，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考试100分吗？成绩有提升啊。学新的操场，因为新的操场很好跑步，跑步超舒服的那种。硬体是软体的基础，升级校园才能升级孩子们的未来，让嘉义的孩子们尽情学习，大口呼吸，快乐奔跑。嘉义，我的家，教学环境全面佳。